全力以赴，只想要全世界看到我在四面奔跑。这是我的主场，捕捉瞬间的荣耀，不顾一切，只想要全世界看到热爱是我的信仰。只想要全世界看到我在肆意的奔跑，全力。哦，你找我呀？哦，藤指，哦，是啊。好，来，坐下说。好。坐。找我有事儿。哦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于柯南有没有跟您联系过？好，这小子呀，现在心里正琢磨怎么骂我都来不及呢。他们会跟我联系，怎么他也没联系你啊？啊，我不是非要缠着他，我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我有些问题想要当面跟他问清楚。那你就直接问他呀。哎，怎么你？哦，那行。他要是联系我呀，我就帮你带个话，啊。好，那麻烦了，藤池。其实呢，这个事儿呢，是越早说开越好。你们想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，不能想一出是一出，脑门子一热，就什么都不顾了。他跟您说他要跟我分手啊？啊，没没没，我只是想提醒提醒你们，年轻人啊，对待感情这种事儿，严肃是对的，但是不能太较真。该放则放。我和王芷那天还聊起你俩这事儿来着，他和我呢都是一个意思，现阶段拿到最好的成绩才是最重要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？那谢藤芷，我先走了。我听，啊，听完了给我。哎，不是你傻呀？我说真听着呢吗？听完就还给你啊。我跟你说，这音质还真不错，挺好。哎，我听听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我先听会儿。哎，就这玩意儿是不是那小妞送给你的？哎，不跟我的事啊。干嘛呢你俩？等着，想打架是吧？行，上台打。站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别着急怎么去出拳，你得先问清楚自己，你为什么要出拳。
奏要稳，要有规律，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，下盘都不能乱。没事吧？你们副指让你来，是真的让你练拳击了吗？他跟我说了，你的球打得不错，就是缺少点血性。现在你的血性有了，徐坦，你要记住今天的这个感觉，今后在赛场上，不管被击倒多少次，你都要重新站起来。恭喜你，你已经合格了。重新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大志，我的助理教练，专门让他找你的茬也是没办法，因为你不是专业拳击手，如果你的对手手下没轻没重的，那你在这可一天都扛不过去。夏哥，来吧。哎，来了。修好了。好嘞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不是有意摔坏的，你看看有没有坏，如果要真是坏了的话，要不你再打我一顿。停一下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反手拧啊！小姑娘，白白给你示范一下什么叫反手拧了，好不好？发球，给。哎呦！哎呦！拜拜拜拜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鱼哥哥说这是他的独家秘籍，别人都不会。鱼哥哥。嗯。哦，我是鱼哥哥的师傅，他的反手拧拉都是我教的。你跟我说是不是坏人？快走！哎，程彪啊，之前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把那些饲料给你吃。可是你说你皮糙肉厚的啊，怎么那么容易生病？你得像那个。刘石、小胖、阿春，好好学习学习。
那个徐坦就算了。我知道你不爱听，我跟你认错吗？等我帮你把这个棚搭好呀，你就有地方睡觉，好好乘凉，啊，多吃点。我的藤彪，还知道给藤彪找个一两地趴着，你挺孝顺啊，啊？你怎么来了？行，你个臭小子，等着啊，大婶儿。哎，谁呀？哟，大婶儿，您是？好好好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国家队的教练。这个臭小子的师傅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这是给您带点礼物，不成行。哎呦，这不，您就别客气，您拿着，您拿着啊。谢谢谢谢。奶奶，他是坏人。这怎么说话呢？大婶儿啊，这孩子在这些日子里啊，你可真没少操心了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操心啥呀？不操心。哎，您请坐。好，您请坐。谢谢啊。哎，丫头，给师傅端碗水来啊。谢谢你啊。瞧您那么客气，还送东西。这些日子，哎呀，知道你得多操心。哎呀，不操心。这孩子在这儿啊，行，我看挺好，学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来，好孩子。哎。这孩子认识，孩子都这样。哎呀，哥哥，你是不是要走了？哥哥要回去训练了，你看你，你不是也得天天去上学吗？哥哥也不能每天待在家里。哥哥走了以后，奶奶、小叔子就交给你照顾了，啊！你要好好听话，好好念书，好好干活。等哥哥再回来的时候，一朵小红花可不够了。别哭了，哥哥，那你一定要说话算数。拉钩上吊一百年，不许骗，骗了就是小猪仔。就不好看了。哎呦，你看看人家这小闺女啊，比你个白眼狼都有心，走之前还知道亲自摘点野果给你拿。吃一个吧。团池，妹妹的学费一会儿我来付吧。好大个口气！就凭你现在这个德行，拿什么给人孩子上学啊？切！我会拿冠军，亚洲冠军，世界冠军，我来负责。
好球！我跟你说，他们这个打法……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撞了是？你呀，你是不是也变帅了？看看人家，干嘛呢？好，副指导给叶振新挑了双打的搭档，那合适条件一个一个上。这要是选上了，那世乒赛的名额，你们是不是也得上？那这有说吗？我们肯定是。那必须啊，只能在边上看着了。你这不说话能死啊你？哎，你回来了，于克南呢？我哪是的？你不知道他去哪了？不知道。你说于克南那么心高气傲的，弄农村养猪去了，大活猪。行，换一个。金春哥要上。好好表现。把握住机会啊！太紧了，他是紧张了吗？这看着有点够呛。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我没意见，没意见。好，既然教练组都同意了，那么本届世乒赛的双打组合就确定为叶振新和夏可。训练计划，我和教练组会很快的商讨出来，解散吧。徐楠，哎，跟我来一下。你不是去挨罚了吗？怎么还挨揍了？管着吗？我拔罐拔的。说我呢？你这什么头发？你这是拔罐拔的。两边的负责人都跟我汇报过了，看来这次没有白罚，这对你们俩来讲呢，这是难得的经验。从今以后啊，要引以为戒，之前的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今天把你们叫过来，是队里
计划从二队队员里再挑选出一组双打的队员。现在我们重点考虑的就是你们俩。我不愿意。谁愿意跟你打上？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他俩没戏。走之前打得跟乌眼鸡似的，这回来怎么可能痛痛快快在一块训练呢？藤指说没戏，我觉着还是有希望的。这件事儿，队里啊不勉强。之所以在这里向你们俩强调，是因为加入双打的队员是有特殊待遇的。只要通过教练组的考核，都有机会直接晋升一队。这件事儿啊，关系到你们俩能不能早一天进入到一队。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。我看这样，如果你们俩都同意组队，那就握个手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是搭档。啊，尽早磨合，早日取得好的成绩，好吧？哎，是男子汉就痛快点。哎，哎，这干嘛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唐志，哎，虽然这就是个玩具道具，但你们必须都得带着。训练前打开，结束后犒赏。什么时候磨合出双打的默契了？再把他们放开，交给我，放心吧。哎，不是，先把我们松开。别瞎拽了，玩具手铐，如果砸坏了，就多罚站十天，自己掂量掂量，值不值得啊？哎，老唐，你给我解开呀！不是，你俩呀，先学会如何好好相处啊！不是，带这都是为你们好。怎么上厕所？别辜负了我们的苦心了。干嘛呀？干嘛？丢人！干嘛？过来，能别折腾了。放着他，你要是能把他给整了，我就喊你爹。好嘞，儿子，放着。真砸呀！不然呢？我一分一秒都不想和你待一块儿。你去，你房间你去。于可南，哎，你的包，藤指让我给你送过来的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嗯，还有徐坦的包。好。嗯，他人呢？哎，谢谢啊，再见。这个，这是你的。哎呀，你干嘛呢？一个，你们俩。折腾一身汗，洗个澡吧。这衣服都脱不了，怎么洗澡？等明天解开再说吧。能脱呀？嗯，你从这儿顺过去，顺过去就脱下来了。顺着头我顺。Thank you.
还挺聪明的。挺好啊，停一下，有个事儿通知一下大家啊，叶振新和夏可的双打训练计划已经出来了，咱们队里决定选一组固定的搭档，配合他们俩训练，谁想试试的话，待会儿训练完了到我这儿先登个记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就继续训练。干什么？咱俩去试试。你要试什么？双打呀，你是左手，我是右手，咱俩配合肯定比他们右手强。石头，你是打削球的，你削过去，我这边我拿不上啊。那你练练呢？哎，对了，我昨天晚上我饿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去家臣那，我去拿份方便面，我听见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。嗯，副指导把徐丹还有于可南铐起来了。你好好走啊！我怎么好好走？思南，无故迟到，每个人罚做50个俯卧撑。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。来吧，保证住了。训练从今天正式开始。翟嘉诚，许诺，过来。你们俩负责陪练，啊，
抓紧热身，准备训练吧。让开！到底会不会打？你俩挺团结呀！啊，这打着球还能抱一块儿啊？别跑，继续。星期，后期，星期，后期。感觉怎么样？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特殊的双打训练。啊？这又不练技术，又不练体能，咱俩往这一坐，跟石狮子一样啊！瑜伽不是瑜伽，打坐不是打坐。这不是为了让你练瑜伽，也不是为了让你打坐，是为了让你能够静静心。我心挺静的。哎，夏可。你觉得双打里边什么最重要？配合吧。也对，也不对。坐坐坐，坐下说。从这段时间咱们俩的训练来看，咱们俩技术上的配合程度基本上没什么破绽了，对吧？这不用你说，我感觉现在咱俩就是。国家队，再加上国外的，谁来灭谁？但是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。双打组合里边，大家都有做手势的习惯，对吧？你说要是两个人能够做到什么话也不说，什么手势也不做，就一个眼神，就能知道对方下一步想要做什么。我觉得这才是双打的最高境界。只是怎么做到这一步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肯定有这个最高境界。从数据上看，他发的球是不错，他发球的角度挺刁钻，旋转的速度也非常快。现在我来提个问题。上一局比赛里，两个中国选手进攻的命中率分别是多少？李可南，我没记住。我现在重申一下啊，我们看技术分析，重点不是看，而是记录下来，回去分析实践，这才是我们把比赛化成一项项数据的目的。这对提高队员的技术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我们千万不可把数据和实战分开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一天你们会吃亏在这个数据上。李可南，我没办法进。你找什么借口啊？比赛的时候失误了，你跟谁找借口去啊？啊？旭泰，你补充一下。那个89%，还有81%。
喂，好的，你记住了。双打陪练组合。他打双打没问题，他左手有优势。你削球手你怎么打？嗯，我们俩配合特别默契，然后我觉得可能能给他们一些新的感觉吧。啊，对。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我就跟你说吧，你这就愚蠢，太愚蠢了，说了你好几遍。停一下，冷毅，你过来一下。现在大循环赛你排名多少？第九。第九啊？你想过你的成绩为什么上不去吗？你身高太高了，重心不稳，动作复原的慢，接快球容易吃亏。清正，以前政治也这么说过我，但是吧，他两下就说完了，没你说那么明白。他没我闲嘛。所以啊，短期内你想赶上队里这前几号，拿下几场国际大赛的名额，我觉得是有点不现实。你想快速提高自己啊，的确需要几场大赛，多积累积累经验。我帮你想个办法。小胖，来过来一下，来。进来。你俩考虑组一个双打组合。现在既然双打有新规则，我建议你先从双打组合开始突破自己，组一个有优势的双打组合，多争取点比赛的机会，对你有好处。他呢是左手，你呢臂展长，护台面积大，他左手正好把位置给你让出来。至于技术方面，陪练你那么多次，你心里应该有数。啊。考虑一下。啊，请。那咱俩。打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打烊了。一共300。哎，正好，先生慢走。谁呀？双打战术，乒乓球的双打是以单打技术为基础的，但是即便再优秀的单打运动员，也并不一定能够成为就是优秀的双打运动员，因为双打是两人协同作战，在技战术的运用上有它本身的特点，所以要想有效地提高双打的技术水平，就必须根据双打的特点
进行合理的配对和严格系统的训练。双打的战术中，一种重要的战略性安排就是控制较强者，主攻较弱者。因为双打配对的两人无论技术水平多么接近，其攻击力总是会有区别的。选择对方技术水平相对说来较低作为主要攻击对象更易胜出。